Hello， 两位你们好，就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香港一起就是出席活动这样子？对啊，其实都挺久。对啊，很久。但是感觉没有很久，因为我们常都会见面。对，我们在上海住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公寓。对。那听起来就是好像住在同一个公寓就是很好玩的感觉。就是那个生活，就是像同事那种宿舍。对，真的挺好玩的，因为我们聚在一起都是一帮朋友，所以我们每天就会一起吃饭啊，有的时候会打麻将啊，然后有的时候就会一起去按摩。按摩打麻将都是一起玩的游戏吗？对对。那打麻将会不会说有哪一位就是比较厉害，或者是那个常常就是约人的那一位呢？哎，我们都差不多啦。就而且我们也不是也没有打很大。对啊，都是玩玩而已。那朋友之间有没有说哪一位是那个打的数目是比较大一点点的？也其实也没有，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，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人嘛，老实说，我们最主要都是为了去玩的时候就是开心啊，放松心情，就是对，就是无聊。但是如果你说那个运气最好的，我就肯定说他真的是第一个。那你运气最好，我叫他是摸女的，因为他常常都摸得好。阿娇也很幸运。对，但是他不跟我打。为什么？他嫌弃我，是你打太小了，因为我打太小，所以我本来打很小，然后他们都嫌弃我，然后所以我现在有稍微调整一下，调高一点点。那主儿会跟你们一起打吗？主儿他没耐心的，我不跟他打，他坐不住。是你不跟，我不跟他打，因为他坐不住。但是回到香港是不是没有太多时间打麻将？对啊，因为很忙啊，我就每天不是跟这个朋友吃饭，就是跟家人吃饭。那阿萨这一次会在香港待多久时间？其实我已经回来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很快又走了，因为要跟阿娇做一个新年的活动。Kenny 呢？你在香港待多久？我都回香港去，都待挺久。然后就可能有计划去旅行嘛，现在都有点想去旅行，对。